今天呢来到了菏泽定陶，咱来看看菏泽定陶的大荠菜有什么不一样。这道菜是啥菜？咱上来。红烧大猪脸。红烧大猪脸。好好好，厉害啊！这大荠菜上上了个大猪脸了，真是不多见啊。啊，整个的大猪脸。我是山东包大喜的四里乡襄阳街三门文12个菜6个碗。啊，这一头是这个大猪脸哈。啊，半个大猪脸，啊，厉害啊！哇，这个猪脸是整个的上啊。啊，整个的上。厉害啊！啊，这一大桶是炖的啥？这个烧鸡。肘子烧鸡。啊，这一大桶哈。咱在这边切的也是这个猪脸肉啊。这个是猪头肉。这个怎么吃？这个？这个是拌黄瓜。啊，凉拌黄瓜里边掺的猪头肉哈。啊。好，哦，今天那个戏也够丰盛的哈。这边还有这个是牛肉哈。嗯。哎，它这个牛肉的颜色还是很鲜艳的哈。哎，这三个大姐在这边摘芹菜哈。这个芹菜咋吃啊？今天？炒着吃啊。芹菜炒肉，今天有一个芹菜豆芽炒炒肉，先那个炒遍水，红烧鱼，摆好的红烧鱼加上那个咱炖好的这个汤汁，用那个汤汁泡上两小时，直接上桌了到。前这个是猪肝哈，啊，猪肝。这个猪肝怎么吃啊？怎么吃？掺银耳的呗。啊，放到银耳里面。啊，掺了银耳的呗。凉拌银耳哈。啊，是。排骨炖玉米开始出锅。啊，开席了，开始先铺上桌布。哎，这个小方桌太有感觉了哈。开始上菜了。来一道大烧鸡，这一次端7个大烧鸡啊！红烧大肘子也开始上桌，嘿，这颜色漂亮啊，个头挺大。这一次过起8个大肘子，也够厉害啊！大肘子上桌，肘子烧鸡，尝尝尝尝。先上菜，后上酒，一个桌上一瓶酒。这个大姐好哈，啊，一个人整一杯。厉害哈！这一个猪脸得有几斤重啊？3斤多重的大猪脸。凉拌黄瓜。小凉菜，下酒菜。来了一道小凉菜。黄瓜猪头板。猪头板。黄瓜猪头板。叨叨。该吃的吃，该喝的喝。端一个，碰个杯。太有感觉了哈！这一顿能喝多些阿姨？一顿能喝多些酒？半斤。半斤啊！好酒量。一顿半斤来酒啊！半斤还是一斤？还可以哈，酒量啊！啊，这道菜是银耳猪肝。银耳猪肝。一次端10盘，厉害！好，那这个是油炸烧饼，烧饼加牛肉。先那个用油炸一下这个烧饼。好，这个盐水大虾也直接上桌了哈。盐水大虾来喽，红烧大鲤鱼。大鲤鱼一次端几条？10条。
十条，这一次端十个大鲤鱼也够厉害了哈。太厉害了，爸妈的。我今天没啥。鲤鱼啊！哦，黄河大鲤鱼来了。油炸香鱼地瓜丸这一道哈，好，这一盆是玉米排骨，满满的一盆哈，烧饼加牛肉，烧饼加牛肉，啊，盘子里面，盘子里面放上八个烧饼，然后再啊，然后再加上那个咱切好的牛肉啊，烧饼加牛肉来了啊！哎，起来去！哎，这一道是京酱肉丝啊，啊，先放上那个豆皮，先放上豆皮、葱丝，然后再浇上那个肉丝，京酱肉丝。芹菜豆芽炒肉丝，这是一个小炒哈，大块的红烧肉也出锅了。咱这个是糯米，最后再撒上白糖，开始上桌。这是个啥菜是不？汆丸子。汆丸子哈。这俩是汆丸子。啊，水汆丸子。大块的红烧肉上桌，那这是一道啥菜啊？酥肉，酥肉，酥肉，这是小酥肉哈。哎，小酥肉。这个菜快上齐了吧？还有一个甜汤，还有一个甜汤哈，最后还有一道甜汤。好，咱甜汤来了哈，咱这最后一道菜了，这是。